你们怎么没说呢？爸爸，我爱你，父亲节快乐！谢谢，爸爸也爱你今天父们。亲节，对啊，今天是父亲节，好，爸爸很爱你们哦。啊，你们早点休息好不好？不要太晚睡了，好不好？太晚睡的话呢，身体会不健康的。早点睡交给你们，熬夜交给爸爸啊。我说熬夜交给爸爸，对，交给爸爸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早点睡交给你们，好不好？OK，爱你们。